是哦，关我屁事哦！明星就剩你了。你有没有看过？你有没有看过？关你屁事哦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要十一个字。关你屁事哦！不要边吃东西边讲话，给我被发现了。打错字。哦，哎呦！好啊。干吃一下不行哦。还好我有改的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峰哥、啊，明明这个太烂了。好好，这我可以看出来，那可以了，没问题。你在开啊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沙小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王子峰哥，王子峰哥，你出难题给我。哎走，好难听啊！我不懂，后面那几个字到底是哪里来的？哦。救命！不能哭了，我都想，我的也不能破。对，覆盖这张牌，结束这回合。你们到底多糟糕？哎、欸，这个，先不要看我的牌、啊，十八禁哦。哎、欸，你们怎么会是十八禁？等一下就会都知道了，等一下都知道了。好恐怖哦！你们好糟糕哦！你们平常谁出的？这题是谁出的、啊？好吧，我弄和平出来好了。我看你们人设、欸，我的都是正常的哦，我的都是正常的哦。你的也是正常的，我的也是正常的。我的也不是正常的。我的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好像要问歪，好吧，算了。等一下是哦，为什么要强调特别两字啊？我 Google 这怪癖，怪癖是关你屁事啊！关你屁事，看看。我就想强调不行吗？关你屁事！干嘛很凶？关你屁事！你那听起来太肥了吧。这样嘛，这样就好了，不管了。哎、欸，你的骑士肥仔，你觉得肥仔讲话都这样吗？然后我还要盖那个腮红。我是说你那个声音而已。都知道怎么盖了。多多扣。这样你也笑，你也蛮猛。为什么我是豆豆哥？笑点很低。你为什么要 Q 出来？各种 Q。来来来，谢谢。今天呢？今天呢？他可以告你，啊，他告你了，他告你了，还不告？大家好，我。你要是敢告呢？怎么盖啊？盖哦，超难盖的，好难盖啊！真的。笑太夸张了。屁呀！盖的好丑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明白，我们一直都知道，这我们也没有勉强你啊。我说，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的。艺术是这种东西是不能勉强的。艺术这种东西不能勉强，是讲求天分的。啊，团眼睛什么颜色？白色。自己去 Google。很可怜呐、啊。真的躺着也中枪哎、欸。全部都是团团。等一下这什么？这怎么会扯到团团去啊？等我盖好，你就看。盖、啊、好就知道。还有人跟你画异色瞳哎、欸。哦，不管，我要盖这个不好的东西出来啊！大家回避回避。人丑，肤色，哪？好，什么变态的笑声？笑得太开心了吧？笑声好恶心哦！好恶心，超不舒服了。那个韩国有那个胖胖的男生在吃，不舒服，有。感谢追追哦，你好，可以把你们的麦都关掉吗？
你有被禁你们音吗 ？Oh my god！ 可以禁音吗？我记得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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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算了算了好烦呢、喔！我刚刚是听，我刚刚是听见女巫的笑声吗？还蛮像的。性转的女巫，她已经是了，她已经女巫也要性转。哎、欸，女生是什么颜色？女生是什么颜色？我不知道谁的女生是什么颜色，关我屁事。泽平，我对不起你。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大家都对不起他。我觉得你在这样感觉还蛮嗨的、啊，设计还不错。好难看哦！我就好，就不要找我们 building game 了。好难哦 ，building game 可以啦。你今天可不可以突然改成 UHC？ 刚才在那边痛的。大家快点啊！不然要加班喽。大家那个下那个第二月二月的第一个礼拜还是 building game 哦。改时间了，改时间了，改时间了。啊，是啊，对对对，等等等等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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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二月的第一个礼拜还是 building game， 所以以后是第一个礼拜。对对对。啊，那第三个礼拜了？哎、欸，那第四个礼拜了？第四个礼拜我就要自己做自己那个啊。哦。做自己开心的事。好。为什么从黑雨、哦？可是你不是第二个礼拜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吗？这样就变成二四啊。好、哦，二四，所以你二四都会做自己开心的事情，对，做得很开心，好不好？了解，了解。这样你开心了吗？开心，开心。哈哈，黑雨怪怪的，怪是。然后那个在笑的也怪怪，那个笑的才最怪，好不好？把它禁掉了，擦洗啊！要多久？好吵！要多久？哦，欸、好像盖的不错哦。等一下，另外一个人设我要找一下。啊、我觉得我诠释菱形要多久？把它还没整两个。要多久？好，我非常诠释了这些东西。你可以当第一个盖好的、啊，你要有志气。我努力改了，要多久？被逼疯了，林信杰崩溃了，然后把他麦克风。泽平人设长怎样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泽平，你可以丢一下哦，你 SK， 嗯，你有你的人设图吗？你要自行的 Google， 自行 Google 了，还问别人？太多人叫泽平了，叫泽平的太多了，没特色，没特色。你就一个蓝蓝，一个蓝蓝的，哎、欸，你看 tape 就可以知道啊， tape 蓝蓝就蓝蓝的，有猫耳朵就好了。因为我在看他有没有眼睛颜色，没有，没有黑色，不用这，不用这盖这么好，反正我们猜不出来啦。对啊，你就算已经告诉我们，说不定等一下我们看也猜不出来。干，这只是会师的坚持，不行吗？不行，可以，可是不用有语助词。要多久？我觉得我干的要多久？我有观众一进来看到我台，他说 What？ 要多久？对，我觉得应该要曼妙一点。哦，对，十万。我盖的超棒。好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小雨要多久？好的啦，在那边要多久？小雨。关我屁事！你问的关你屁事！刚刚哈吉小神是蛮厉害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林信，只剩你嘞！林信都超久的、哦。L I N S H I N 22要多久？要多久？林信一直都超久的、哦。啊，这个大家可以感受到我的。ID 也就 OK 了。我会被变掉。一个人要被变掉。没关系啊，应该可以、啊。你不能是最久的一个了啦。我又不成完。这跟成不成完没有关系。你刚刚盖出那个东西，然后跟我讲你盖最久，你真的没关系了，好不好？我，你要相信我的猜题，
你就 OK 了，你就 OK 了。哦，但是没有没有，那盖子没有 CP 值可言的、啊。对不起，真是毫无 CP 值，你就直接 OK 了。贵司的坚持，你多盖了这些东西，真的没有比较好啊。超坏！我刚刚猜的超痛苦的吗？我要面壁，我要面壁。有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小雨，你这个真的可以盖这么久、哦？是谁？是明星？你这刚刚盖这么久，我真的不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哈记，那是谁？这是什么啦？哦，哲平。完全不懂巧克力在盖什么，完全。不提，没有。小雨，你懂，你要思考一下。直翻了。为什么这个要盖这么久？对啊，明星，你这到底为什么要盖这么久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 ？What？What？ 这什么？而且性转啊！我懂，要做的事情，我懂。啊！上面这是什么？哦、啊，打字声很大呢，泽平。好，抱歉。好，是。这个。我直翻了，这题是我直翻。好，就这样吧。Nice， 这样应该可以。我、哦、不行，干，我觉得我不行，一直看着他，我觉得等下就被变态了。先不要看，先不要看。大家要不要打数字？My God！ 哦，他自己明初的变成妹子有什么？真的这么直白吗？朱迪明明是出说自己想要做什么，为什么他进都要盖别人？不是，他题目就是这个东西哦。超贵。这什么？有，这有11个字。为什么这个人就对吗？很明显那种，我有差不多11个吧。这个人长得跟什么奇怪小朋友会打的万福号一样。好友，感谢订阅。是什么啦？我真的不懂这个为什么要变成跟妹子有什么关？而且这个到底是什么、啊？而且这个人是林行出的、啊，你题目又不一定是林行出的。这个人是装奶、欸，这哈基你盖多久？哪一家？我猜了，他记着你啊。他是变的，我不知道啦。我猜了，他自己笑。哎、欸，哇，太嗨了吧！哦，这可以啊，这可以。哦，会有。哦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啊，这个我刚才完美的盖出来。我怎么盖不出来啊？啊？这个我可以。可以，哎呦，怎么说？我这边要爆炸了！救命！哇，没有，你可以。我要爆炸！这是怎样？啊，有点惨嘞、欸。就在盖泽平，你为什么在盖我？哈？叫箭头。3、4、5。超快的，我直播断了，可是我还可以玩。我断了，那就代表是直播的问题啊。对啊，检查一下，两台都断了。哎、欸，他们说我被编掉了，可能是要你只开一台。操，你被编掉，被编掉了。泽平，你的也断吗？对啊。我会不会太色气？那应该是那个吧，那个联播软体。那应该是因为你盖的东西吧？那应该是被编台。那应该是你自己的关系啦。哇！你有没有漏视讯之类的？你们退局被编台哦？没有吧？被编啦，只是断掉。没有，应该是那个吧？重连一下就好了。双开的吧？用双开的。双开，你们都双开就出事了。双开可能会被编啦。不是啊，不是被 ban 的，应该是那个断线。不是，是他那边断线，他有时候那边不太。大陆好到了。哦，你说双开软体不够稳、哦。对。因為我真听说有人这样会被 ban。哦，没有啦，他顶多警告你。他说，他说，哎、欸，
他说：“哎、欸，听说你最近在 YouTube 开台哦，嗯，好开胸哦。”哦，没有啊，没有签那个，就完全转到 YouTube 开台啊。有人说他自己都没被 ban 的，我怎么可能会被 ban？ 他自己到底做什么事情？我做了，我没有做什么事啊，我都盖很漂亮的折屏呢、欸。等一下哦，把折屏盖超快、欸，书虫这么远，谢谢。